今天带来一首宋词，两首唐诗，来献给我们敬爱的沈校长。这首词呢，是苏轼、苏东坡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问世风云尽头恋，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世多少豪杰，遥想共尽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深忧，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第二首是崔颢的《黄鹤楼》，用的是台湾的云林调。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还，别困千载空悠悠。青川历历寒涌树，红尘切切应不久。你莫勇观何处兮，恩泼刚雄苏林秋。最后一首是李白的《送友人》，用的是常州调。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啊。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此地为别故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回首自此去，萧萧半马鸣。回首自此去，萧萧半马鸣。古诗吟唱是沈君山之所爱，感谢语言所蔡维天教授的雄伟音箱，沈校长在天上与我们共享之。在1956年，台北金华街的一栋房子里头，昏暗的灯光下，一老一少看着新竹地图，注视良久，比那么一圈，圈起了81甲土地，当作清华大学在台附校的基地。那一老一少是梅贻琦和沈君山。
这是62年前的往事了。1973年，沈君山再回清华园，一手推动人文社会学院、生命科学院、教育委员会以及科技管理学院的成立，这个拓广清华版图的工作接手接力交给了贺成宏校长。贺成校长雄才伟略，结合了新竹教育大学，现在更有雄心要携手阳明大学共进世界百大。我们有请贺成校长致辞。沈夫人、公子、马总统和各位贵宾，沈校长的支教、门生、各位师长、同学，首先代表国立清华大学，谢谢大家赐驾清华园来参加沈君山校长追思会，在沈校长百日，与我们一起在这里怀念沈校长。30年前，我读完书打算返台，正在抉择要向哪一所大学申请教职，家父跟我说去清华大学，那里有位沈君山，这句话使我加入了清华。几年之后刚刚升等，有一天校长室电话约我在学校风云楼吃午饭，到了餐厅发现仅仅校长与我两个人，沈校长恭喜我升等教授，但我那时候年少气盛，有一副睡大人则秒之的感觉，回了一句何足挂齿，却见沈校长勃然变色，当头棒喝，他告诉我清华的教授是评量最严谨的，社会最为重视，千万不可以轻视。我心头一惊，不敢再回话，躬身受教。这是我与沈校长第一次见面，也是第一次受教。已经忘记我们两个人在午餐里聊了些什么，但是却记得校长的教导使我这个新进教师对清华的如沐敬仰，因此坚定不移。后来在清华校歌的歌词当中发现，除了梁启超先生的行健不习须自强，大家朗朗上口，同样的旋律在第二段歌词相同的位置写的是学问笃实生光辉。这就是清华。沈校长，谢谢你，你教我认识了清华。沈校长在新竹学校筚路蓝缕的时候，就担任梅校长的助理，吴大猷先生的助教，是清华早期4位专任教职员之一。那时只有原子科学研究所，是清华所有院系的第一个教学单位。多年之后，以沈教授的身份返台担任理学院院长，又从理学院筹备推动成立生命科学院，担任人文社会科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将共同科转型为通识中心，教官室转型为军训室，整合在新成立的共同教育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清华学院。在大学法订定之后，翻修学校的宪法组织规程，继而推动电资学院成立，后来并且担任科技管理学院成立时候的咨询委员会召集人。所以后来沈校长常常说，清华自有8个学院以来，除了工学院以外，其他
七个学院的设立与成长，他都亲自参与。这项记录恐怕是清华历史上空前绝后了。沈校长对学校的贡献，点点滴滴，而长长久久。校长虽然自况此生若不系之舟，然而在要紧的大事上，明白清楚，方向从不漂移。君子狂者进取，捐者不为，进退有节。如果人生如舟，而君子不弃，沈校长荡舟自得，世上几人能够？哲人已远，典范常在清华。校长，清华的师生永远怀念您。1973年，沈君山邀了余光中到清华大学来演讲，他的一句朗诵诗《星空很希腊》激起了清大教授的无情批判，说何以名词跟形容词混用。余光中愤而离开清华，丢下一句：清华是文化的沙漠，疯子的乐园。今天他们在天上看着现今的清华园，我想看法改变了，清华不再是文化的沙漠。但是可以想象，沈校长还会眯着眼偷偷地笑一下，说这里还是疯子的乐园。清华何以不同了？因为我们有了艺术学院，今天准备了五首曲目，是由我们的音乐系的学生跟大家演出，全由音乐系的系主任女高音张芳宇教授来指导。我请张芳宇教授来简介。马总统、校长、沈夫人、各位贵宾及在座的师长们，大家好。自从毕校以来，音乐系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之下，一直受到长官们的照顾，使得我们音乐系能够朝向更专业及多元的发展。今天担任演出的音乐系同学们都非常的优秀，他们包含了钢琴、弦乐、管乐以及声乐专业的表演同学们。由于老师们努力的培养，使得他们今天能够在这儿，在此追思会中，然后借由音乐对我们尊敬的沈校长表达崇敬之心，也向各位贵宾表达祝福之意。我们期盼音乐，美好的音乐能够触动人心，为大家带来丰富的生命。而后我们音乐系所有的师生们会更加的努力认真，从清华出发，让音乐的养分散播到每一个角落。最后我要感谢各位长官的爱护与支持，谢谢大家。众鸟高飞尽，孤云亦不闲。相看两不厌，仍是沈
君山。Thank you.
清华园不一样了。11年前，有那么一个丰盛的晚宴，沈君山一改常态，默然不语，仰头干了一杯金门高粱，无视眼前他钟爱的还没吃完的东坡肉，站起来就走，说小友有难，我得去写封信去。2个小时之后，我读了初稿，建议立即辞掉党主席，直接参选总统的谏言，我还表示了点意见。现在我们恭请那位小友马英九总统致辞，谢谢。沈校长的遗孀曾女士、公子小金先生、清华大学贺陈校长跟各位前校长、现场各位贵宾，特别是来自国外的贵宾、各位清华的师生好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很遗憾，君山先生在9月病中因为
生病的关系离开了我们，看到今天有这么多君山先生的生前好友来缅怀追思他，真的是显示这一位不世出的精彩人物他的人望跟贡献。我跟君山兄认识30年，跟他有一份很特殊的情谊。他个人专业是天文物理，在美国太空总署跟普林斯顿大学都教过书，他也是世界级的围棋跟桥牌的高手，曾经连续3届获得美国本因坊围棋比赛的冠军，也是这个在桥牌方面呢担任过世界级的亚军。他关心的两岸关系跟民主的发展倒是我跟他兴趣相同之所在。1990年代两岸关系开始解冻，他跟中共的领导人江泽民曾经晤谈，为两岸交流了开启了一扇窗。那么他在1979-80年代参与我们争取加入国际组织与活动的名称，协助采用了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这是中华民国在非常艰困情况下一个可以走得通的新名片，对于我们后来参加这个 APEC 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参加其他许多国际组织呢，打开了一条路。这个是他对国家很大的贡献。这个名称 Chinese Taipei 两岸都不满意，但是就因为都不满意，最后都能接受。我跟他是在民国77年1988年认识的，那一年我们同时入阁，他担任政务委员，我担任研考会的主委。我的办公室在3楼，他的办公室在我的楼顶上，常常跑到上去跟他聊天。中午呢，跟他一起在行政院餐厅吃25块钱一份的午餐，谈的问题可以说都集中在两岸关系，因为我那个时候开始担任行政院大陆工作汇报的执行秘书。他当年呢，他56岁，我38岁，他比我大18岁，所以可以说是忘年之交。10个月后，他就离开了。那我想，因为他在院会的发言啊，不一定每一位院长都喜欢啊。他卸下公职的前夕，我感到很惊讶。他写了几句话给我，他说：“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留下一些痕迹。”他常常说，他像一个闹钟，偶尔闹一闹呢，提醒大家。我看到这句话以后啊，我就回了一首短诗。我陪你匆匆的来，又送你匆匆的走，庙堂十月深潮岩也，何尝有意觅封侯，挥挥衣袖甩甩头，倜傥依旧潇洒如昔，只恨铃声渐远，这个铃声就是闹钟的铃声，空留去思满楼。他看得很喜欢，特别打电话要我用工笔写了以后就给他一份放在他的案头。那么7年前我到清华来看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各位都知道病得很重，我还特别在他的耳朵旁边呢朗诵了这首诗。我听说呢，即使是植物人也听得见的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相识已经30年了。在他卧病在床这段时间呢，更令人想到他是一个很正直、很善良、很睿智又很潇洒的人。那么我这两次来看他的时候，也这个写了2首小诗给他。104年写的是“四年卧床人依旧，回春灵药何处求？寄语三载忘年友，五湖四海尽神游。”第二年。2年后我去看他，我写的是去年1月此门中，
君山饮酒相聚容，借问青天依知否，只盼梦中再相逢。看到他这样的一个精彩的人，却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想法，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的伤感。那回顾他这一生呢，可以说才华横溢，这个文采风流，留下很多精彩的故事啊，让我们很难忘怀。而他的精神爱国积极啊，可以说永远不退却，让我非常的感动。他在没有任何官职的时候跳出来出钱出力帮国家争取最大的荣誉，这种精神呢，我到现在为止都非常感动。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他，追思他，也希望他这一种精神呢，能够为大家所效法所分享。祝福大家，谢谢各位。今年与余光中沈校长同样云游天际的还有金庸。金庸是沈君山的崇敬的偶像，当然清华大学也有一位武侠大师，他们一起在清华先后担任理学院院长和校长，共同推动校务，也有共同的嗜好，品名荆门陈高。遗憾的是，沈校长卧病11年，无福享读刘校长近期的精彩新作。我们恭请刘校长。沈夫人，马总统，各位好朋友，清华的师生，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君山兄，其实我心情是蛮复杂的。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是1971年，我刚到清华来任教，那个时候我28岁，他39岁，我们差11年。他是一位非常鼓励甚至于是这个提携后进的一个我们的前辈啊。我在清华做了教了3年书以后啊，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机会，我也很可能会离开清华，我先去了德国啊。那时候沈君山做了一件事情啊，他在这个我个人不在的情况之下，跟系里面啊把我升成了正教授。换句话说，他等于重聘我，以正教授重聘我啊。我是个讲义气的人啊，这哪里都不去了，你就回到清华来就待了一辈子啊。这个跟他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做校长的时候啊，那时候君山是很潇洒的，可是他有的时候一个人也很寂寞，晚上他还就打电话说来喝个酒吧。可是他也很客气啊，他也知道我这个家里面没有什么存粮啊，所以他会到光复路去买点卤菜啊，那个是真的非常便宜的，不怎么可口的卤菜啊。到我家来的时候，那酒是好的啊，因为那时候我曾经在国国会的那段时间跟这个国防部军方共同合作做这个国防科技啊，把国防科技很多把这个学校的一些力量发挥到国防科技上面，所以我就
有很多很好的金门高粱，啊，那个是司令官级的啊，所以这个军山喝了以后就说，这个跟江泽民级的茅台是可以拼一拼的，啊，军山兄啊，刚才我们都其实都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啊，他是悠游于四艺之间啊，有科学，他是天文物理学。可能是最早把这个近代的天文物理学介绍到台湾来的教授，那么他的文章非常的精彩，而且潇洒，文如其人啊啊！另外他的桥牌斯塔克斯国际世界级的，他的这个围棋的话，大概也是美国级的啊，因为是美国本因坊嘛，但是这个。我觉得他最了不起的啊，就除了他能够悠游于四艺之间之外啊，他会对台湾的民主及两岸和平，他有非常热心而且非常多的想法啊，而且身体力行，他就去做。想到这些事情啊，我就回想到这个君山他中风以后啊，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交往，等到他不能，他有这个没有知觉以后啊，我除了他病发的时候去他床边两次以后啊，我后来都没有去看他。我每次想到要去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到我去看是那样，立刻眼中就浮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玉树临风的颜值，那种潇洒，我觉得我没办法去看他，所以这一段时间啊，我是很煎熬的，啊，直到他走了，我又开始有另外一个想法。他一生啊，非常的重视台湾的民主、两岸的和平啊。可如果他真的醒了，他看到今天台湾的民主、台湾的民粹跟两岸目前的对峙的这样的情形啊，我觉得这个以前我们读这个李伯大梦啊 Rip Van Winkle 一梦啊就是多年，回来以后人事全非，想到君山的这一梦啊，不行也罢。我最后呢，我念一个我来之前写的一个晚年，君山兄千古，身有四艺，文章物理两相得，清华半生长留风范。这是上联，下联是心系两岸，达桥普及皆不易啊，李伯一梦竟无醒时。我们一起来怀念这个值得大家追忆的好朋友，谢谢。玉树临风是我们对沈校长永远的共同记忆。在20年前，台湾的政局动荡，沈校长找我当总提调，邀来了红绿黄橙蓝绿一起各个党派的代表在清华园共商国事。调和鼎呢，是沈校长之所长与所好，在那个时代他解决了、化解了多少朝野之间可能的流血冲突，身历其境者必然有深深的感触。我们邀请姚嘉文先生来谈谈他对沈校长的看法。姚先生，请。
是校长家属、校长、各位贵宾、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跟沈君山校长认识很久，在我们从事党外运动的时候，他说他奉蒋经国总统的命令来跟党外协调。他那时候在组一个叫 Liberal Council， 就希望党内外一起共同努力来保台湾。他说蒋经国一再交代，台湾不能让中国拿去，啊，这一点党外的立场一样，所以他希望国民党跟党外大家一起来组一个社团，向国际去宣传台湾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的意思。他就讲了很久，党外有很多的意见。我们那时候说，国民党的说法是革新保台，你现在只有讲保台，没有讲革新，我们要考虑一下。他说，保台是党内外的最大公约数。这句话记得很清楚，他用数学的观念说是最大公约数。你们党外有主张，国民党也有主张，共同的主张就是台湾不愿意被共产党所统治。啊，党外当时讨论了很久，因为我们不但要求保台，还要要求革新，因为革新保台这四个字是当时执政当局讲出来的。啊，所以讨论了很久以后，有一个海外回来的 Victor Lee 教授回来，一直跟沈君山讲说，你讲 Liberal Council， Liberal 这句话在美国是比较保守的，你用 Liberal Council， 用自由这个词去国际去宣传啊，说台湾不愿意要保持自由民主，不愿意接受共产党，哦，效果不会很好。说自由这个字在美国是比较保守，美国现在讲进步啊、改革啊，啊，所以党外这边就没有完全接受沈先生的那个组织。他虽然以后有组织出来，但是效果不是很好。不过不管怎么样，沈君山常常跟我们在一起讨论很多问题，他自称他是国民党跟党外的桥梁，他常常传达蒋经国一些想法，希望我们党外跟他配合。我们某一方面是可以配合，但是主要还是坚持我们的三大主张，就是解除戒严、国会改造以及宪法修改。这方面他说他没有办法，他不大敢跟蒋经国直接提这些事情。所以虽然我们保持很好的关系，可是究竟很多东西谈不拢。他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尊敬你们的做法想法，但是我不能赞同。所以他有他的立场，所以虽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常常见面，但是见面不是有共识，也不是常常有同样的意见。到最后美丽岛发生以后，我太太周庆义在场，他当国大的时候，国民代表的时候，听说沈君山先生也常常来帮忙他，而且在我们坐牢时候，很多我们的厨艺啊、你们的待遇啊、很多东西他都有帮忙去讲话。他还不断告诉我们，是他向蒋经国总统说民进党不能判死刑，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说，民进党是一场没有流血的这个政治运动，不但我们没有用枪用刀，军事法庭没有判死刑，他一直强调这一点。所以他一直在讲说，这个党外跟国民党其实有很多共同点，大家不需要这样紧张。他常常用围棋的观念劝我，送我四个字，就是我常常提到那四个字，弃子争先，弃子争先，你要放弃一些小东西，争取比较大的目标。所以我们出狱以后，他来看我，谈了很久，以后我得到公权，恢复公权以后，他就邀请我到清华大学来教书，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在教，非常感谢沈校长，他的风范，他的兴趣，我们虽然很多政治方面立场不一样，但是我还是非常尊敬他，惠然他，非常怀念他。谢谢各位。
马总统另有要务，他得提前离开。我们恭送马总统离场。城朝雨浥轻尘，一轻声，可舍青青留色心，劝君更尽一杯酒。阳关无人，渭城朝雨浥轻尘，可舍青青留色心。Thank you.
沈君山改写过佛印送苏东坡的一首诗，庐山烟雨浙江潮，味道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物，回首再寻浙江潮。这是为浙江余姚的才子所改写的。今天我们倒想听听那位哭倒在沈君山病榻前的野火女子怎么来怀念沈君山。当年她22岁，穿着短裙到清华园跳舞，第一位躬身邀舞的就是沈君山。我们有请龙应台。大家早安，丽华、小青，小青我没有见过，但是你小的时候，因为跟我儿子同年，所以沈君山有时候跟我会交换育儿辛苦手记，好多年没有见到了。1974年呢，我刚刚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正式的第一个工作是交通大学院长的英文秘书沈庆来先生，那个时候没有校长。刚到没有几天，听说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竟然会开一种东西叫做青交教师联谊舞会。贺晨，现在有舞会吗？我就糊里糊涂地被带到了百灵堂，那可能是很明显的，我什么人都不认识，一个22岁的女生站在那个场合，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玉树临风的人就向我走来，像我就跟他跳了第一支舞。那我当然知道他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沈君山，他可不知道这个22岁的女生很尴尬地站在那里的那个人是谁。我们常聊天，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谈很多国家民族的大事，但是也会谈文学。有一次呢，我不知道怎么就谈到马克吐温，我说马克吐温的小说你仔细去看的话，他有一个笔法我非常的欣赏，就是他会把一个非常非常肃穆的一个场合，然后突然有一笔神来之笔，就把那一个肃穆的场合一时之间就变成轰然大笑的场合，把悲剧变成悲喜剧。举例说明，是他描写一个告别式，那所有的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满面悲戚聚在一起，这个时候就有一只土狗突然窜了进来，然后那只狗在众人的腿跟腿之间如何窜去，变成一件很好笑的事情。那这叫做，我称它为这个幽默颠覆。沈君山听了非常高兴，他说：“龙应台，哪天我办追思会的时候，你就来给我马克吐温一下。”所以沈君山，终于到了这一天，我来了。每一年我从德国大概一年一度会飞回台湾，我们一年一度一定会见面。那有一次呢，他在新竹，我父母的家在桃园，我住在我父母的家，我们约在他到桃园的家里来接我。进来之后，他很礼貌地坐下来陪着我父母聊聊天，他马上就看得出来这个龙妈妈不是很开心，妈妈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忧郁了，所以这一位清华大学校长就坐下来说：“伯母，我跟你讲个骆驼的故事好不好？”龙妈妈说：“你说吧。”他就说了这个故事，我本来不想讲，但是这个李佳维说有何不可，好，我就讲了他当天晚上跟龙妈妈说的故事。他说这个骆驼
碰到了一头大象。这大象看着骆驼就问说，怎么你的咪咪长在你背上？我妈问我什么叫咪咪。这骆驼一听大象这么问，很不高兴，说你死一边去，我不跟你这种鸡鸡长在脸上的东西说话。然后另外在一旁一条蛇刚好在旁边，这条蛇就是捧腹大笑。我不知道蛇怎么捧腹大笑，反正沈君山是这么说的。这蛇在旁边笑，这个时候骆驼就对这条蛇说，你死更远去，你这种根本就是脸长在鸡鸡上的，不要跟我说话。他故事讲完了，我大概用一种骇然的表情看着他说，你讲这种笑话，你清华大学校长哎，人家刘兆玄跟刘炯朗就不会说这种笑话，陈文春一定也不会，贺成红根本不会，你讲这种笑话。好，他说你看你妈妈，我妈坐在沙发上笑得一塌糊涂。沈君山说，你看你妈笑得就像那个脸长在鸡鸡上的那个东西。沈君山还有另外一个骆驼有关的笑话，我绝对不能讲，所以就不说了。在1989年，柏林围墙在那一年11月9号被上百万的奔向自由的脚给踩塌了。沈君山到德国来，我就带他到围墙边。那个时候的柏林围墙还是完整的140公里的很厚的恐怖的一堵墙，每一寸的铁丝，每一块的石头都含满了痛苦的记忆。我们一人一把锤子，不是只有我们，还有别人，我们一人一把锤子开始敲墙，要敲下一块石头带走。在这么多年的时光流转，岁月飘洗之后的今天，烙印在我心里的那一天竟然是柏林的天空，特别蓝，特别的空旷，而且很离奇的，在印象里头四边非常非常的安静，安静到一个程度，是我们那个锤子每一锤锤下去，我都觉得像空谷足音一样，一锤一锤非常非常的清晰。我们也不贪心，就是敲下一小块石头拿在手上。沈君山看着那块石头，我记得那块石头充满了颜色，蓝的、红的、绿的，因为柏林围墙的整个的墙面都是历年来画上去的满满的，你应该说是历史的痛苦的呐喊。沈君山看着手里那一块他自己敲下来的柏林围墙，看得出感触万千。他说的是，英台，连柏林围墙都可以倒塌了，有什么关是过不去的？我想他所说的关一定是在讲他所非常非常记在心里的国家、民族、两岸的那个关，他同时可能也在讲自己的生命的关。在2007年的7月，沈君山三度中风，那个消息传到我耳里的时候，我刚好坐在一个万众欢腾的演唱会里面，听到这一个悲伤的消息。对于我而言，也可能对于他的好朋友们而言，那一个晚上其实就是沈君山的诀别。我在这里就想读那天晚上我写的一小段文字，作为一条烧给沈君山的手帕，让他带走。
告诉我，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儿，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这跟姚嘉文先生所说的是相关联的。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者迟疑徘徊，或者默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生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这里有50,000人幸福的欢唱，歌声掌声，热闹的灯光照亮的是一片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一个人。我相信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送给沈君山。如果要我们一起来推举台湾的知识界里头有哪位谦谦君子可以跟沈君山并列，是有源源不断的社会良心，我相信高希君教授会是首选。多年的挚友一定有很多肺腑之言要寄告沈先生，我们有请高教授。沈夫人、沈公子、何真校长，还有在座这么多君山兄的好朋友、清华大学的老师跟同学，大家早安。在我的人生里头，很难得有两次这么高的荣誉，那就是被邀请到清华大学跟老师跟学生们分享大家尊敬的沈君山教授我个人对他的一些看法跟大家来分享。6年以前陈校长邀请我在毕业典礼讲一些话，我说我非常非常荣誉啊，来接受这邀请。可是我想我的题目啊，我想你可能也会同意，我的题目是叫6年以前，是叫这个我们大家要做一个内外兼顾的知识人，内外兼顾的知识人。我的意思是说，专业内每一个人要非常非常有专业，在你的专业以外你不可以外行。这当然是跟沈君山教授啊有绝大的关联，因为他的专业天体物理等等大家都很清楚，可专业外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专长。所以我就希望要毕业的清华的校友同学要兼具这两者。然后我也说了一下，我说我希望所有的清华人啊，能不能也是一个色盲的人 colorblind， 不要分蓝不要分绿，但是要分得清楚蓝天跟绿地，一直往前面的发挥你们的专长。那是6年以前的，那个时候沈校长已经很安静的醒不过来，睡在他的宿舍里头。
没想到很快，或者应当讲很解脱的哈，那么他在100天之前呢，这个过世了。我也常常想，怎么样在座有这么多他的好朋友哈，我们怎么样来归结这个沈校长留下来的 legacy， 我们讲遗址。那么我想，也许我再尝试一下。我觉得沈校长是我心目里面的一个君子，是一位才子，一位中国之子。他是一个跨世纪的一个知识人，一个公共的知识分子。在他这么多他的专长跟兴趣里头，大家都知道他最关心的，他的最挂念的，当然就是两岸关系。那么他在南京出生，我也在南京出生，我们相差呢4年。沈校长他一生潇洒，大家都知道，我曾经拿这几句话来形容他的一生。他出入于科学跟人文之间，学府与庙堂之间，台湾与大陆之间，本土与国际之间，爱情与友情之间。在台湾社会里头，当然很少的人能够像沈教授啊这么样的才华横溢。他最大的资产当然不是他的财产，而是他拥有的专业以及通识以外的深厚的中华情怀。在那么多领域里头，当他生了病，当他不担任公职离开了清华校长之后，他就说，在这么多爱我所做啊，做我所能的选择当中，他选择了把更多的时间在华台两岸关系上。14年以前，他写过下面这几句话，他说，试问今天全世界除了北京以外，有哪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中国统一？美国不愿意，日本不愿意，啊，目前是维持现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可是台湾还是不断的花钱在采购这个军事武器，两岸的中国人付出了多少的代价？他下面又说了，他说往前面看，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他说，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能变，但对面中央集团的国家形势或者可以与时俱进吧。统一的目标不能动摇，但是统一的方式应当可以研究吧。所以他就提出了一国两制啊，治理的治，也许呢可以作为统一过程当中的一个过渡的形式。当我不断地在看他过去写过的文章，最近我就发现这一个中国结啊，中国结到今天仍然是很难解。所以我就试着想问这个问题，那就是当代的两岸知识分子啊，在座每一位几乎都是的哈，我们也许啊应当要问这句话，说我爱中国，中国爱我吗？我爱台湾，台湾爱我吗？当沈君山教授过世了，我们曾经出过一本书，在这个书里面我们有一个简短的一个说明，上面有几句话我跟大家分享。我说，沈君山教授把心留给了中国，把爱留给了台湾，把情留给了清华，把一生的典范留在人间。那么刚才好几位马总统、刘校长等等都有诗啊什么等等，我就写了八句短句，跟大家分享，也送赠给这个沈校长啊。我说，
八句话啊，共登玉山巅，共饮长江水，两岸一样近，两岸一家亲，两岸，对不起，两边心比心，两边一起心，共咏中华情，共圆中国梦。谢谢大家。在各位清华紫的袋子里头有两项礼物，一项是高教授带来的沈校长的专著《浮生后记》，一而不同，请大家回去想读。清大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品，这是一个潇洒的扇子，这是给骑士用的，不是骑在马上的，是下棋的棋。沈君山在军队服役的时候，有一次请了假到外头去赛棋去，铩羽而归，连长不谅解，说这有损军誉。后来打听输给谁了，输给了一个小孩，那就是棋圣谁呀、啊，我们今天有幸邀请这位棋圣到这儿来，这真是难得的可能。沈校长输给了个神童，时隔多年他干脆认个神童当义子。张许只有七岁，也拜入林海峰棋圣之下，他赢得了有史以来最崇高的棋界的各项荣誉。今天我们有幸请他们两位师生联手到台上来，大家热烈鼓掌。早上好，我这个认识沈博士，不到十岁就跟他下棋，不是很喜欢下围棋跟这个桥牌啊。我跟沈博士下棋啊，有一种压力很大。因为如果输给他，他马上会传出去，啊，所以对这一点，这个他跟小时候，那个时候小时候我就有这个感觉啊，他是。甚至爱好围棋，他赢棋的时候真是高兴，他赢很单纯的他看赢了就高兴，输得很难过的好像他今天能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谢谢。各位尊敬的贵宾们，师长们，大家好。首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让我在这里向大家谈谈我对义父沈校长的怀念与回忆。
义父沈校长是我人生中的贵人。小时候通过围棋的接触，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父子缘分。义父鼓励我在围棋世界中达成自己的梦想，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建议，追二兔不得一兔，以及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都是我一生受用的名言。义父的性格热情而奔放，在我的人生中给了我很多的影响。还记得在赴日学棋时，曾特地到日本林海峰老师家中来看我，在我人生的重要阶段给予我很大的支持与勉励。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回忆，则是在向义父报告与全美的结婚时，义父虽然因病而身体不便，但仍然非常高兴地给我最高的祝福，提起了多年前到木谷道场时的愉快回忆。曾经与同年赵志勋之对局中，让赵志勋挫败流泪，也曾与和蔼温柔的木谷梨子小姐交谈，并且在木谷道场里接受了热情的招待，要我好好珍惜这个特殊的缘分。最近我在日本的棋赛中，奇迹般的从强大的对手井上裕太手中夺回了名人的头衔。虽然无法直接向义父报告，但我相信义父一定会为我而高兴。义父一生对围棋有很深的爱好与热情，今日的我能在棋界有一点小小的成就，绝对要感谢义父对我的影响。我相信围棋的推广与传承都是我应尽的责任，我会努力去做好。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创作的一个围棋题目，可以称题名为王者之尊。这是本来为了向义父祝寿而创作的一个解棋题目，可惜义父不幸再度中风，因此没有机会亲手呈交给义父，令我深感悲痛。题目是黑仙求活，题目的形状则是黑子是山形，而白子是王冠之形，表现我对义父的尊敬。题目的难度并不高，在场的棋友可能已经解出来了，这个答案是三字之上再加一字。这是一部精彩的下法，也代表着登峰造极，还有仰之弥高的意思。谢谢大家。面谈沈君山清大校长候选人，决定最后的校长人选。沈君山的治校理念是落实组织规程以及通识教育。这个通识教育并不是就是上几门课啊，我希望这个除了这个上课这些课以外，还有一些群育啊，或者是我常常说我对这个梅竹赛很有兴趣啊，这个他们就常常是笑我，这个我的政见第一条就是梅竹赛，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又是群育。不要一下开太快，慢慢来，慢慢来。二十一世纪啊，安身当然是不容易，一病更困难。
我并不是说这个每个小孩子都应该有一套哲学在后面，人生观的，在他根本，但是呢，就是你多少啊，有一套有一些东西自己啊，在你挫折失败的时候，在理论上、啊、可以自己解脱自己一点。你宁可 EQ 超过 IQ 啊，不要 IQ 超过 EQ 啊。最危险就是 IQ 很高啊，但 EQ 完全不成熟的啊。你 IQ EQ 都不行的话，也不能为大恶、啊。各位在清华四年，今天离开清华，我想送两句话。英文第一句话就是 make it work， 就是尽力而为。第二句话是 take defeat gracefully， 受了挫折有风度的接受。你帮我找林老师，就是林海峰啊，做我师父可以不可以？那今天有些成就啊，但这个他个人天赋，林海峰先生啊对他照顾啊，身教言教啊对他是很大的帮助。我们敬爱的沈校长已经离开了，我们都非常难过。沈校长爱围棋也爱清华，家属2013年把他的美国退休金捐出，设立了议员，校内师生可以到议员缅怀沈校长的行医与风采，再续这场未尽的棋局。沈校长他对围棋可以说是情有独钟，我们都知道沈校长他其实是棋牌双臂，就是在桥牌方面他有很高的造诣。那么他在围棋方面他最大的贡献提携后进，他从来没想到过要盖一个什么桥园，他要盖一个议员，所以从这里面也很清楚地看出来他对围棋的钟爱。哦，有一个年轻人非常杰出，很会打桥牌，那是谁呢？那就是沈君山。我一本很受欢迎的小说叫做《棋王》，那像棋王里面的主角呢，刘教授呢，就是很会下棋的。那中有一部分就有君山的影子，他也很引以为荣。清大的教授对他告别，我说了一句话，心里对他的赞美，那是人生潇洒走一回。这是一位如何不世出的才子，多方面的风采，让大家都想跟他结识。我当然敬仰喜欢他，开心的是他也喜欢我。老年得子，父子情深。我难忘的一幕是，有那么一个夏天，同游新竹县峨眉乡的十方禅林，小金把手给举起来，手上钉了一只吸饱了血的蚊子。小金问，那时候他就5岁大吧，说在这佛门圣地怎么处置这蚊子啊？父子两人就在那里展开了一个饱含禅意的机智问答，真是难忘。很快的，小金成人了，现在他是位悬壶济世的急诊室的医师。沈校长过世，小金跟母亲曾丽华女士、沈夫人共同决定捐出一笔款子来赞助吴健雄学术基金会。吴健雄学术基金会
是沈校长一力推动的为杰出高中生所办的科学教育，每年吴建雄科学营的举办都是精英学生们的理想所在，感谢他们两位的慷慨赞助。现在我们邀请沈小晶上台致辞。小晶，请。贺陈校长，各位贵宾，爸爸，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年九月初的时候，接到电话，得知父亲疑似肠子破裂住院。虽然我才刚踏入医疗这块领域不久，不过肠穿孔是所有医者都知道不可以轻忽的急症。那时候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爸爸这几年辛苦的生活终于要画下句点了。爸爸生命晚期因为中风行动不便，甚至在三度中风之后连与外界沟通的能力都失去。许卓云院士曾经说过，我父亲就像是原本在云中翱翔的彩凤，突然从云端掉下来，现在泥沼之中。就是他最傲人的才智也被病魔所多剥夺。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起，我心中就做好了决定，虽然很不舍，但是这次是让他从病痛之中被解放的一个机会。感谢爸爸的亲友们都尊重我和母亲的决定，在他最后的时候不让他接受无效的医疗，让他平顺的离去。在西元2002年，我小学毕业的那年，爸爸曾给我和妈妈一封信，那是他做完颈部超音波检查后，得知血管的栓塞已经超过一半，这个报告之后所写的。里面提到近年身体状况不佳，总是头晕想睡，依照目前血管阻塞的速率，顶多再待3年，血管就会完全堵住。但是他说他是量才适性的人，虽然感受到他的世界在不停的萎缩，不过他没有未完成的事业，他也没有挂心的事情，唯一就是他想劝诫我的是，世界虽然一天天在变小，但是文化的壁垒依然存在。他希望我能够在自己的文化圈中成长，成为有自己文化主流的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他还是相当重视文化的孕育，也影响我这段期间一直都在自己的土地成长，关怀自己的土地，也在自己的土地上奋斗。另外他也曾经说过，他与其想当一位推动大石头的人，更想要当一位随手捡起自己身边漂亮小石子的人。他认为每一颗石子有每一颗石子的意义，我父亲这一生的确也做到这点。围棋和桥牌、科学与教育，甚至政治，他都留下了许多的足迹和影响，但是他一直以来都是量力而为，从来不会因为身份地位高就做出超过他智慧的事情，而造成心思的混乱。就算在生命后期遇到中风那么大的挫折，就算他陷入泥沼之中，他依然是那只优雅的彩凤，他的举手投足毫不拖泥带水，他就是这样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以风度翩翩的笑容去面对。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在他离去之后也能够以笑容面对。他最自傲的就是他的思想和精神，只要他的思想在这世界上流传，他就不曾离开我们。最后非常谢谢大家的到来，他从来不需要繁文缛节和铺张华丽的告别，听几场悦耳的音乐会，看几个精彩的表演，像今天这样他就会非常开心了。最重要的是他生前那么多的好朋友都来送他最后一程，我想我父亲会非常感动。谢谢大家。
贺陈校长在不久之前告诉我，学校陈旧的大礼堂会有一个新的面貌，准备整修了之后命名为君山厅，会是一个极专业的音乐表演厅。大家今天看到了我们的同学如此的表现，该对君山厅有所期待。感谢刘炯郎校长率先响应捐出了一笔巨款，也期待有更多的加入，君山厅指日可待。今天就到此结束了，学校在楼上安排了午餐，大家都替沈校长吃块东坡肉吧。再见。